新鲜哈密瓜上堆叠着波浪般的雪花冰，一颗颗哈密瓜小果球在上头点缀，用汤匙一挖，里头还藏着新鲜芒果，夏天来上一碗超级透心凉。我觉得吃的冰非常的清凉消暑，那也不会太甜，不会太死，就是很腻口这样，然后我觉得它有 保持那个水果本身的原味的香气。超萌色系冰品还有这一道，以半颗西瓜盛装抹茶雪花冰，铺上红色西瓜果球，最后再给上一大球草莓冰淇淋，超萌颜色让人看了心花怒放，忍不住一口接一口。我觉得超好吃的。怎么说？真的很爽口。这家位于竹北的冰店标榜采用新鲜水果，看着地上摆满一箱箱水果，从采买到制作冰砖，老板一手包办，光是推出一项新口味就要花上好一段时间。去足久嘞，差一个外月。阮那边是迄落新鲜的水果啦，都家己去迄落大市提迄落水果啊，套餐凌晨的时候去提。店内装潢风格走怀旧风，老板摆放木质桌椅，墙壁上挂满老物件，让人走进店里仿佛穿越时空。冰品要比视觉系还有这一家。满满水果铺在上层，美得像树捧花，下层还是新鲜水果打成的奶昔。台中这家业者走浪漫路线，端上桌来的冰品宛如艺术品，让人舍不得吃。超梦幻冰品大 PK， 想抢生意不但得满足顾客味觉需求，还得提供刺激的视觉冲击。记者何梦千、邱小倩新竹报道。